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7日讯，今天，肯德里克·帕金斯在 First Take 节目中谈到篮网的凯文·杜兰特与凯里·欧文的组合，表示他们是仅次于詹姆斯和戴维斯的二人组，并且表示这二人都有能力争夺下赛季的 MVP。看看凯里·欧文和凯文·杜兰特这两个家伙都有能力赢得下赛季的 MVP。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有可能是杜兰特，也有可能是欧文。如果我没说错，凯里欧文目前是联盟最好的控球后卫，至少也是最好之一。所以你拥有两个没办法一对一防守，也没办法双人包夹的家伙，这两人都是史上最富技巧的球员，他们就是联盟第二强的双人组合。帕金斯说道。编辑姚凡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